感到高兴，也让我们感到感动的一刻。对，尤其是从王一山的口中唱出对妈妈的感恩之意，更让我们觉得父母的恩情多么的伟大。是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王一山的全家人在这边，我们觉得他们家庭相当的温馨。对，当然在现场还有很多的朋友，在这个光荣的时刻里面，要来给王一山送上最高的祝福。恭喜王一山连续20周卫冕成功之外，我们谢谢现场这么多王一山的朋友来给他加油，给他鼓励。当然，我们要感谢五位参赛的小朋友，还感谢我们评审老师。是，谢谢方文老师所率领的三立大乐队，还有非常感谢我们赵可庄赵老师、林美琪林老师，还有吴家祥吴老师、季明阳季老师。哎，今天您的辛苦，当然还要感谢现场观众朋友您莅临现场给王一山加油打气。也希望各位朋友以后对我们新人歌唱排行榜继续支持，继续鼓励。别忘了下周继续收看我们的新人歌唱排行榜。拜拜。